恐惧，我才会撞到他，因为我开车那么久了。嗯，我又不是只看过这么多。麻烦您再改这个自 A 四用的车签证。我是讲真的，我真的心生恐惧。我上面他跟我有过过期，那我也想说赶快大家那个，但是我也看他开到上面去，我就是标准动作，我觉得最免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喜欢发生这种事情。这个一定要写，这个我要拿去回复个人的那个程序。嗯，我拿去好好看看。然后那个在像那种小孩在这些车辆驾驶去面去想，他这个车身的部分可能要评估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这个也需要做责任分析吗？做责任分析是用其他情况吗？大概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以后会影响出什么一个责任明显？就是如果有违规要罚单，好，那如果你们这里怎么会违规啊？这边违规怎么看违规？我先问一下你们怎么看。嗯，有发生事故一定会有一方违规啦。那如果驾驶疏忽或者是经过注意车险状况之类，也有可能违反其他条例。驾驶疏忽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抽烟，一个是吸毒，喝酒的吸毒我都没有啊。没有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因为这个，比方说我们可能切越骑车中线，类似像这样子的，对吗？这有中线吗？嗯。或者是他可以走，因为我比较，你觉得有没有违规吗？他紧靠路面右侧，你觉得他有违规吗？我不争议他。嗯。但是你先把问题。那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，那责任在。就是那个右边停车的人，他不止一次造成这个，我车子这边也被他给撞过，然后他造逃，我找出来，我就像对待你一样，我都没告他。那确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紧靠右边，但是我们如果当时，如果我们不紧靠，如果我们停靠边，我们过不了，但我们双方一定过不了。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这样闹，我们就会做笔录。你这样闹，就不这样闹，因为这个不是啊，我没有说你闹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要这么麻烦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笔录做一做，直接让分析员去分析。看路边停车有没有？你这样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不争议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就是全责任，然后就结束，就我们不争议，所以就成全的签名。这几个人的意思是这样，然后保持秩序，这什么事就是我们不争议，对啊。那你说如果我们有争议，有这个权利的发布的话，对啊，申诉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要委让分析员来分析。那我觉得给他争议，因为你们真的必须进入一个程序了。事实上他已经不止造成我们家了，我几乎天天都在那门口帮人家扶推，因为他们都没办法走，好不好？那他也要留下来吗？